我是清末有个纳兰夫人，我要亲手杀了我的丈夫陆胜，为我死去的家人报仇。再敢对我碧远动什么歪心思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娘。格格不如做一朵食人花，吃了南洛天，让他们父子离心。你怎么在荣姨娘床上？你为什么会嫁给父亲？忘了妾了？你们两个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，这个人敢勾引我儿子，动我的人就得死。我是你的小娘，算来算去也是你爹的人，怎么会是你的人？格格，你说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吗？不用，以后不许再说你是我爹的姨娘。